全职牛蛋，我刚决定了要转了这个。好，来，牛蛋200日币。你想要哪一个？先跟我说，看有没有转到。我觉得这个吧。好看这个 O 不 OK？ 好，当场拆掉它。那我。应该我来了，哪一个？还蛮特别的耶。是哎，恭喜！它是甩到里面吗？哦，特别好，恭喜转到你要的耶！ Yeah， 来对镜头讲一下。耶、yeah ，好奇怪哦，叫我们吃饭胜负，6点以后、12点以后、3点以后，好几点能吃饭？对了，然后勉强工作是吗？胜负。好，好，那还要转什么？看徐先生好，来。你丢篮子里面吧，好了，给你拿。哦，这个我算过，哎，台币大概100块。对啊，差不多。好，那我要加什么呢？整这个机器人好了。好，那我想转哪一个呢？哎，我要转这一个。好，来，好，一枚，两枚，三枚，好，完了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看，橘色是什么？不晓得，不是自己喜欢的。啊，蓝色的，这一颗啦，也蛮可爱的、啊。可以啦，它可以翻起来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这样子，小机器人再加一个盒子，蛮可爱的，好像小富贵。是啊。那我还要再转一个，我要转那个。要转谁？骰子。哎，中了耶！来吧，过来吧，也要转。好，我旁边开箱。哎，真的耶！中了，厉害哦！任务达成。这个蛮好玩的。OK。好。OK。来喽。好，走。好。